的，你看我一个人唱的歌没有现在这么好听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不如等一下播出的时候就播刚才那一段《落幕》就好了。非常非常好，好，你们太棒了。你们还会唱什么歌吗？哦，那我再来考一首好不好？那我再来唱一首。好，稍等啊。深深的，他们还想说一句，我们想你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，是不是？演唱会的感觉。说实话，其实没有这部分。有没有稍微比彩排的时候好看一点点？我们大家都是，我好像今天彩排这首听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。大家有多多准备好穿的衣服吗？一定不能够生病，要注意身体哦。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在辛勤的换着舞美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吗？会。那等一下你们会跟我一起唱吗？会。我不太信。等一下，这个场合怎么那么像演唱会的感觉？
友 ，Hello， 右边的朋友 ，Hello， 这边朋友，左边的朋友你好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你们会不会唱这首《若梦》哦。往事。压力很大，等一下我一个人唱的歌没有现在这么好听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不如等一下播出的时候就播刚才那一段《若梦》就好了。非常非常好，好，你们太棒了。你们还会唱什么歌吗？都会，渺小，可以渺小一点。那再来考一首，可以渺小一点。好，稍等啊。我们总会。两首歌后面还没有好耶，有点尴尬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稍等，稍等，安静。好，既然都说我们很多是外地的朋友，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贵州来的。真的有吗？那边说要，然后拿着那个荧光棒说，我不是。那有湖南来的吗？哎，真的是，大家能不能说点真心话？那有没有北京的朋友？有。谢谢各位。怎么了？哎，我们现场的 MC 啊，我听不见你们想抱一抱是吗？哎，抱抱，抱抱。啊，抱抱，抱抱。哎，行吧，那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互相隔空的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让我们听到抱抱的声音好吗？突然好肉麻呀，怎么这么肉麻？来喊起来，抱抱。好嘞，三二一，好，照顾我们镜头面前的朋友也是深深的，他们还想说一句，我们想你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，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让他听到五个字，我们想你了。一二，我们想你了。你们真的是怎么回事？这么肉麻？其实还有更肉麻的。还有什么？老师您说话，我听不太清。还有更肉麻的，他们想让你好好吃饭。好，这个肉麻吗？来，我们喊出来好吗？深深，好吃饭，你们也要好好吃饭哦。好，然后我们一起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先。既然就是跨年的演唱会嘛，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我喊三二一，让我们一起喊哦，三二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非常非常好，谢谢深深。对，然后再配合我喊一句好不好？就北京广播电视台，然后你们一起帮我说陪你跨年，好不好？好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。特别棒哦，太棒了！那你们会陪我唱歌吗？会。
好吧，那么我们让深深稍事休息一下，好吗？稍后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，再次把掌声送给深深。再见，拜拜。谢谢深深，我们共同期待稍后的歌曲，你们会不会唱？隔空的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！让我们听到抱抱的声音。好肉麻呀，怎么这么肉麻？来喊起来，抱抱！好嘞，三二一，好，照顾自己。我们镜头面前的朋友也是。深深的，他们还想说一句。我们想你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让他听到五个字，我们想你了，一二。哎呀，我压力好大呀！长调真的很难唱。说实话，其实没有这个。我好像今天彩排时有听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。大家有多多准备好穿的衣服吗？有。一定不能够生病啊，注意身体啊。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辛勤的换着舞美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吗？会。那等一下你们会跟我一起唱吗？会。我不太信。等一下，这个场合怎么弄像演唱会的感觉？
不唱不唱，好，你们太棒了，你们还会唱什么歌吗？